透过握力球运动增加血流量，这是造血干细胞的捐赠者施静燕急切的心意。手一点点啊，刚刚有打那个钙离子，喝了好多补汤。谁给你的补汤啊？慈济的师姐。他希望我们支持他，他说是急件。施静燕目前服役于陆军兵诊中心，接到配对成功的通知时，军中长官也只问了一句就准了他的假。果然是国军。长官好，我说你确定？好，你确定就去了。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施静燕，在2013年留下骨髓建档资料，曾经错过第一次的配对通知，这一次他不希望再错过。祝他早日康复，平安喜乐。漫长的捐赠过程，太太和小孩还有慈济志工都陪在身边，爱的缘分将大家牵引在一起，更希望能在受赠者身上看到最圆满的结果。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